家好，我是山东科技大学外籍教师南塞。我们今天在这个活动上做了月饼，这个月饼从古代走到现代，带来了不同年代的百货特色还有特点。祝大家中秋快乐！On behalf of the KG students,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teachers a happy Teachers Day. In KG and everywhere else, happy Teachers Day.今天和老师、同学们、班级在一起，亲手做了月饼，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，与中国老师和学生增进了感情。过中秋吃月饼，圆圆的月饼，不管是赏月还是吃月饼，最重要的是和老师、同学们一起庆祝。中秋节快乐！通过制作月饼，共庆中秋节美食，对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祝老师们中秋节快乐！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